那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来分享一下了 North Face 指标的商品给大家。指标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团队 Nanamika 跟 The North Face 共同创立的一个牌子。那它的话，它保有机能性，但又结合了日系时尚和休闲，所以你在穿上指标的东西，你不会觉得它只是去运动或是登山用，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搭配，它是设计感非常十足的一个牌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水桶包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桶包是不是超级可爱。它是跟一个日本店面所联名的商品哦，它是跟 Journal Standard 的店面合作。然后呢，水桶包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，所以他们今天就是主打这个水桶包。那这个的话，它只在日本的 Journal Standard 店面才会贩售哦，它在一般的指标店面你是买不到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其实也是买了之后等了蛮久才拿到的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看，噔，超可爱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容量有多大。来，我们先来放防晒外套塞进去。好，还有很多空间哦。来，还有我们的水壶，一定要带个水壶。好，还有放个 GoPro 吧。再来 Switch 也要带，因为要卖大头菜。来，拉紧它，都可以全部塞进去哦。你看它的容量很大吧，它可以塞这么多东西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有这种 shoulder bag， 是每年必出的一个款式。那基本的颜色就是黑色啦。那这种湖水蓝的话，它一样就是看每年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有出，会出这种比较流行的颜色，那每年出的颜色可能就不一定，但是款式就是都一样，是这种双低扣，然后有那个扣子可以直接这样打开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是老帽是每年都会出的产品，那它会依照每年比较流行的颜色去出，像是最近还蛮流行的是这种军绿色的老帽。然后他们的标签是刺绣的。那后面的话，它是用皮革的这种松紧调整带。然后内衬的话，它是做吸湿排汗的内衬哦，它戴起来都是很舒服，不会很闷热。对，然后今年有这种水洗黑，就是那种牛仔丹宁布料的。头上这顶的话是之前我买的，这个好像现在没有出了，这是 Gore-Tex 材质的。那其实材质非常的好，那现在好像都是出 Future Light 的那个版本，这个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我要拿出我的 Switch 来卖大头菜了。174了，越来越高了。快点卖菜哦。对了，有喜欢我的话